去玩喽 ，Go Go！ 哦，我去冲浪。司机先生，感谢司机的大力支持。支持什么啦？这肉可以先吃哦。可是他也在减掉。你知道我们之前就是说，哦，真的很均哎。哦。他其实原本大力做的，过去应该这样子。干嘛？干嘛？他从捏的。稍微想再拍吗？目前没有在拍。我比较正常而已。吃肉的时候对他对着镜头。我刚刚。都不能笑太多。啊对。现在拍谁？拍你吗？他放了出去。导演来。等一下吗？不敢问。很烫哦。很烫，可是还蛮好吃。他就说要不要吃一下两个。我转过来了。马丁好哟。干杯。出去管他是你觉得他不安全还不安全，就是还是要有点警戒心。我有警戒心，但是我爬了，就这样。怎样？我那有的好不好？但有警戒心，一定是我比较有警戒心吗？我老板有。不用再给我乱动嘴呀。听那个讲话的那个态度跟讲态度可以装好吧？讲什么话？就是他不太会，就是说一些，而且他是废话，他完全不会讲这些话。我都不讲，是他的。完全不会，就是，但是他是很诚恳的跟你讲，然后只不会说，就是那种撩的，撩跟诚恳就是有差别。谁先的话？我都不小心出来有两种，就是第二这么老，真的这么老实，那个是他完全一样。没有，我说这个人，我说这种就是在网上表现这种人，可是我说他这种反正就是会显现出他有真的有一点就是。但是还是会有做错事情出来，可是就觉得他有种伪君子感觉，太正经了，就觉得有点恶心了。你说他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，不是我啦，不要一直讲说套路啊。对，就是被动然后正经过头，对，那种就有点烦。对，男生不要正经过头，适度的撩一下。女生很难搞。他可以正经一点，但是。他就不积极啊，他就没有想要跟我那个人讲，他只是要点到为止，不要太走，我都丢给他嘞，他还给我，他还给我闪过去，闪过去，羞羞我。使用说明，正常状态退冰。他这样油才关，他乱油才关。闹事的两个人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就会这样，这样。确定这个位置，这样我怎么拍？
啊，转过来，你们插下去，然后转过来，不要不要拔起来，方便。加油！冷气放一下，加关冷气。可以吗？看冷气怎么办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好好。好，不行不行，唱唱唱快速的，可以。半遮风，对，开始。Taco 的好美，遮。可是他会洗掉啊。好，这样洗掉就算了。好，预备开始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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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。许愿快点，许快点，等一下我另外一个点，我另外点不起来。我不知道，等一下。没关系，有一个就好，有一个就好。大家这样比较平安健康。然后第二个，像我去东华可以处理，然后呢不要被自闭化，然后可以交到很多朋友，不用很多，就是要量量。然后这个真的很重要。蜡烛好猖狂。你快点！真的愿望很久了。那不行了。好，好的，对。耶！好，送礼物时间。啊，我看我价钱，你稍微帮我扶着我的。他说，在我爸妈到那边去。看我价钱吧。我怕拖走很重。他说我要自驾。没关系啊 ，iPhone 该有防震。第一个礼物，我挑的，我问他们老半天都没有人理我，就没有人看到，就没有人看到，我传超多张图片。我知道不会帮别人挑同颜色。不会对焦，都吹到他头的头上。你要遮住遮遮。哦有哦有。我没手有。对那个要干嘛呀？你牙齿都巧克力。喜欢吗？颜色。不过你要说蛋糕。看上去是还行。还行。还卸掉自己的刀开始。你要说喜欢，我们喊不起。哦，好喜欢喜欢。什么东西啊？也太大了吧。两个蛋。就一直在讲。真的是。我遇到一个。是我组上的学长。好可爱的。不是那个嘛，我记得我们刚刚一起去那个，然后看他里面。里面有很多塑胶袋，我以为有什么知识格子，害我期待了一下，你可以把塑胶袋拿走。你期待个屁，我是你的。还是有那个，那个有那个超可爱的，小鞋子哟，可以塞放。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有纸团诶，真假？真的把它夹出来，要撑住的，不然会塌掉。不是，是塞鞋子。这个脸，哈哈哈哈哈！到底怎么排位？再把它塞回去。没有，这是塞鞋子的那个，但不会让鞋子塌掉哦。傻眼，有人刚在干嘛？有人从正面这样看过去。另外一边。这样会磨砂、啊。看屁股会不会烧起来？好好好，开始啊！好，开始了！一二三，你有点脏，我觉得不行。屁股还屁股会烫的，屁股有烧到吗？有啊，屁股一烧到一个，快点上去啊！上面比较陡，小心滑倒。你不要把那个假花拔下来。还真的在攀岩了。来给我攀岩了，嗯，我已经很丑，我已经很丑，不知道在干嘛，不知道在干嘛，预备起，啊，我好紧张哦，很久没有溜滑梯了，好嘞，啊，一，三，二，一，太没默契了吧，下来啊，完全没有默契，会很烫烫，对不对？好像就温温的，都温温的、啊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好笑。我没有。好跳，好大、哦。
换你啊，来啊，来。快耶！这很短耶，我刚才没想要跨过去放裤子卡住。你不要跳一跳就掉下去了。欸，我包包先给我。这样会间接跑跑，这有什么差别？有啊，它这个跑跑，这样你看这两个都是不一样的。有跑跑哦，这没有跑跑，这个是就喷就喷喷的，然后有跑跑的喷的啊，就这样。美人先爱牙齿，冲马桶水。小心有路径。送第一个回家，等一下是可以的。我回家了，那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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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好，我们要怎么走？我不知道。我想掉头，这样才看到可爱弟弟。为了看可爱弟弟掉头，他应该进去了。哎，他还在外面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拜拜，拜拜，瞄一下，可爱弟弟在哪？你要被拍还是不要？什么叫被拍？就是这样会拍到你。没啥，拍我。哎，昭义要不要下去跟他玩？没啊。昭义，就是、大一点，然后帅气帅气。去吧，昭义。就可以把他抱起来，然后说中午回家。去吧，昭义。哎，我在录影。哎。